在厨房忙了很久了，会不会累？去休息一下吧。不会累，你去和二哥玩吧。再等一下，就有你最爱吃的粉圆。好的，快点喽。粉圆煮好了，快出来吃哦。爸，二哥，快点来吃粉圆了。啊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今天吃都是要吃粉圆。很好吃哦。宝宝，你还有只煮一锅啊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里面还有材料，你要不要学？不要。学啦！我不要下厨，这么麻烦，不吃。